啊，一尾两尾啦，三尾啦，来五百，三尾五百，啊，一尾袂话，头我四尾，四尾，拄好袂四尾，大尾啊，大尾有人来，我问一盖头啊，来五百块，五百块，五百，五百，五百，无人来吼，大尾，来大尾无人来，无要紧，来你要食啥套餐啦，套餐蛤蟆吼，要食套餐嘛会使啦，来啦，来蛤蟆两百块来。蛤蟆啦，变成蛤蟆来两包，来两包，蛤蟆两包，来两包，三份分开放，好，三份分开放，600多了，来三分来，来，来，蛤蟆够不？会，蛤蟆够啊？哎，包你啊。来百五块对吧？现在多少？来，先生过来。哎，北岛有人来吗？北岛有没有？一两个。北岛的成绩怎样？好，三分好。晴雨东西拿了吗？北岛的成绩怎样？拢无啊。晴雨，你东西拿了吗？啊，这一地人话哦，这外口一地，这后迄落大地，一地人话，一百二块啦，两地话这送一百多啊，三地三百四地，来五地五百有人来无？来六地来七地。来八地五百有人啊，500块，三百了，来这地够你来搞地，三百有人哦，300块啦。正的哦，又大正的，当起来收盐来两地来三地来四地来，五地来六地来七地来八地来，已经八地来九地啦哦，好像两地来，好像四地来六地啦，好像还有八地九地好像还有，最后一个啊，那边来。来两地来四地来，九地三百出这来哦，这500块多。按给你嘛，出价。来个奖品，就来羡慕下来，有你来，有你来过来，这不会就有你来。哎呀，你别骗我啊，爸爸不是你啊，你。哎呀，羡慕下来，卖给我爸400、300，没来钱。我发给我，我。你查我查我来，不会不会。下来，卖，哎呦，看起来那个晴雨蛮漂亮的，差不多跑去那里了。快！兴奋兴奋，你今天气头哦这么好，难得休息哦。我跟你讲，休息是因为有工作很忙，以后工作很忙以后才有感觉休息。如果你一直休息的话，就觉得不好玩。你就是有工作很辛苦很辛苦，休息就有感觉。那如果平常就老溜人啊老溜人。那休息都没感觉。等我呀，等下。刚才有一个艇鱼蛮漂亮的啦，我跟他回去了。还有刚才有买鲑鱼，整只的也很漂亮。刚才一开始站在我后面买整只鲑鱼的也很漂亮。问一下，够吧，够吧，够了，够了，你这水还有流啊？够吧？我问一下还有没有？没有。再接过来。还有，还有，来。过来不？来。可以过来不啦？来来。你来一个呀。再来一条。哇。走路。我们来走吧。哦。哈哈哈。阿妹，你今天走吗？好的。我没办法去，我要去高雄。进来，进。停雨啊，停雨啊！我未老，还未老嘞。停雨，你嘛？来，这。来，
到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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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唱歌会跟他听的，好好讲。现在要唱歌，好起来，好，来好起来，好嘞。今天要把东西拼完。来，好啊，好啊，好，你过来。还有五百。我这是干啥？我，你干啥？我这，我会卖啊！你干啥？你会卖啊？会不会物件？喂我找你找五十找五十算我账来给你加钱你啊你加了加扣了加扣了我招了我招了我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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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招了我招了我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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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招不招，不招！你给我十块，不招！十块，十块！不招呀！不招！十块呀！十块呀！十块，十块，十块！你跳了！哎呀，你跳十块！这样，这样，这样，金的！你来这下！起来，起来！哎，起来！起来！起来！你会不会再跪？起来！直接去吧，我下来了，下来了。等下，等下，等下，等下。起来，准备起来。我不要了，开始新人。这要存，这要存五千块。这要五千，五百块。先存下五千块。五千块。爸。哦，带妹妹啊。来，有钱。我坐这里啊，我坐这里。来，大哥。就坐在站着，对不对？来，五百块，五百，五百。来，五百两块呐。五百来钱。我爸好成功了，我爸是做生意的，我爸三万啊，我爸三万啊，我爸三万。老板不几千吗？老板几千块？几千做干妈？干你叫干妈，你做干妈？有啦，老板，老板，这张来听我喂，三万来。来，来。来，这几分够高吧？够高吧？五百，五百，对。啊，够高来。够高，你卡比有高。交没赚哩，交赚哩啊！这开钱又唔拿三下嘞。一百三六，我多，我几钱？几钱？几钱？几多钱？我几钱？几钱？几多钱？啊，你后面够好吧？来。好高不？哎，给你。哇，这很多，我还不知道吃到什么时候。还够红包不？还够红包。好吧，几百元来。我来加啦，再几个加。再一个可以。可以来。几啊？几啊？几件？几件？几件？还几件？快过来！这很多人来，加了就是加了，搞加多些，不加些，不可以，加多没人吧？没人起码三号了。三百元了，现在三百元，来，进来，进来，进来，超值干哦！哎，谢谢，谢谢，最后奖，谢谢，真好吃。三百，有，两百元，有，安条在这边，这边有三只安条，这里有三只安条，一二三，加九文，那边有三只安条。买六，想问买六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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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啊！要回答。我带小李。来，这几位呢？过来来吧。来，你买多少钱？多少钱？来，给你。好啊，好啊。谢谢，谢谢。
太有我找一个六号高了我帮你问，我帮你问，你加三，你咋加安条话的？啊，你咋加话的？安条，哎，几人？几小米啦？哦，几小米啦？安人加话的？两只三千。两只三千。台后，台后，台后几公分？杀好的，大概一只，一只比一个盘子还大。有一只是恰比辣啦。不是靠打鱼哦，我只是打鱼靠鱼，你准备要死鱼？你一定要整只鲑鱼吗？有。你这对面个正钓鱼，大风车钓钓来，真系鱼啊！鲑鱼根本一斤就是，一斤钓鲑鱼过来，真系我真系卖个三百，钓我都一百要来，真系包，你包真系。鲑鱼的尾巴。鲑鱼真系好真系，鲑鱼尾。马六，鲑鱼真系，鲑鱼真系。多重哦？目测大概。1.8公斤，两只大概都1.8。你买回去，你包回来。大概5斤吧，大概5斤吧。老兄弟，就这几块来，不姐姐。没有。包回来，包回去。想看两斤、三斤，三斤，都大概3斤重。看起来大概3斤重。100克了，包回来。包回来。我以为不是吧。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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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